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台美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堂，我是梁东梁某人，对面的依然是这个杨毅老师。杨毅，中国名医论坛专家，中华自然疗法世界总会医学顾问，著有《手到病自除》一书。上一次呢，我们讲到老年人呢可能会有中风啊、帕金森综合症啊这些问题。今天呢，依然延续做儿女要为父母做点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主题思想。今天讨论的是心脏病，因为呢，我们发现呢，现在老年人的心脏病可以说是非常普遍，几乎百分之百。那么心脏病的情况怎么样可以早期透过身体的其他反应来检验，又如何做到平常的预防和防治呢？人们好像有点在前几年吧，谈癌色变，那么现在又有点谈心色变，实质上心脏病呢，比如说有些个窦性心律不齐，快点慢点间歇点，不见得是个长久的病态，可能由于休息不好。正常人的心脏跳动是由一个称为窦房结的高级司令部指挥，窦房结发出的信号刺激心脏的跳动，称为正常的窦性心律，频率约为每分钟60到100次。当来自窦房结的信号并不完全规整时，就会出现窦性心律不齐，属于正常生理现象，无其他症状时一般无需治疗。那么怎么看一个人他的心脏病有什么问题了呢？伸出手来一握手你就能看得到吗？您比如说这一块大鱼际的这一块，如果这个人这会儿发青，甚至崩出来那个青筋啊，那么大多是这个人心脏不太正常啊，要心律不正常，发闷啊，气短，有的人在这个拇指和手的这个横纹上有一个立起来一个青的筋，崩起来这么一个东西，那么这个人呢，他可能有冠心病的这个潜质，所以就时常要关心自己。那我就有，那么以前呢就是一般他不太显啊。对哦，你这有个青筋的哦。对，但是我这个不是时常的这样，以前比这还厉害啊。那么凡他一旦这样时，我就特别注意休息啊，或者自己注意调一调，他就会下去，甚至拍拍手他都可以管事儿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说明你这块地方不是很舒服，可能由于天热嘛，对吧，炎热的时候也正好是养心的时候，所以过分劳累呢可能这个问题就不是特别好，那么自己多看看手，如果在这一块发青，那么恰恰是有风湿，有风湿的表现，在这儿纹理很多，那可能肺有毛病。所以这个有些人摊开手，整个手上都是各种的纹路，都有啊，很复杂的纹路，很乱。那这种人通常身体不太也身体也是不是太好，所以这个。时常观察观察自己的手，这个颜色。刚才啊，在我们这个做节目中间歇的时候呢，那个杨老师呢，帮我们几个同事呢，还捏了一下。我刚当时发现你有几个细节，第一个是你帮他捏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让这个人的手呢，跟他的心脏平齐。对，这是怎么说呢？那就说你这个在这个时候呢，那我们讲过海平线吧，对吧？他在这个尺度上对心脏的调节最简洁他是同高嘛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一般的呢就是把这两只手放在拇指下边，就基本基本是虎口这个地方，然后另外用你的拇指沿着这个大拇指的这个掌骨，从这个地方进去，往这个骨头这个缝里头，说的简洁就是抠，就这样做9下，每一下对于这个有病的人都很痛，对没病的人他无痛于衷，然后如果要是自己给自己做就不行了，因为你心脏不好受的时候，你根本就没有力气达到这个刺激量。这个手指扣住这个，抠进去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呢有块骨头的，对，这有块骨头的，你知道骨头后面下面的中，那抠哪个位置呢？就是刚才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就是这个位置，对，这个位置哈，这个位置就是说相当于骨头里头走，大鱼际的中间这个位置，对，然后。抠的力度呢是力度要比较大，往骨头里面，对，点9下，点不是说按住不放，就是一下就是这样9下，在从第3、4下的时候开始出汗，那大伙知道这个心血管在扩张的时候它心主汗，对吧，那么它这个就有些汗液出来了，这时候呢不要紧，你就继续给它点9下，完了以后大约5分钟，他会觉得非常敞亮，
就到了一个非常开阔的这么一块青山绿水的这么个地方，空气也新鲜了，就特别舒张，特别舒服。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事情呢，我觉得每一个家里不光是小朋友要学会，家里面你一定要告诉家里面保姆，如果有的话，一定要让保姆也有这个概念，真的到关键时刻很大帮助的。所以呢，各位同学呢，回家的时候呢，教父母、教保姆、教自己呢，学会抠，平常做练习，没事也练一下怎么做。对，一到十一号方案就赶紧上，是吧？对，就往里抠九下，九下又是法令。其实我们刚才在做的时候呢，实际上九下是阳啊，阳数啊，哦，极阳嘛，是阳的事。九五至尊嘛，心脏病还有些什么问题？还怎么发现？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说我们自己躺在床上，平躺在床上，可以把你的带枕头吗？哎，那都带啊，但是你要把你的后身呢完全和床板贴近，然后你把这两个手，这个内外劳宫穴啊重合，用搁在你的两乳之间，就这个穴，那有没有说男左女右，女左男右什么的？那倒不要太什么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你顺时针旋它100下。逆时针旋它100下啊，但一定要注意，你一定要躺在实在的这个床上。席梦思那种不行，也行，但你就完全压紧它啊，这样的时候它才能造成一种共振的这种状态，所以得到一个调节。是要自己摁呢，还是说，比如说家里面互相摁会也可以呢？当然，要有人给你摁的话，你就一个手在前，一个手在后，这样对应的后手不动，前手去。哦，就是说，如果别人摁的话呢，他拿一只手摁着你的背部后面，对，拖着。前面这个五三去揉，不要动作太大，就把它吸住了啊，这样去转。你不要在这瞎葫芦，越葫芦它心越乱。就是说，摁的这个秘诀就是你手在动吧，但是你并没有离开，就是没有位移。对，就是说这个手本身没有位移，但是呢在里边转。重点是按，次做是磨，而不是光是磨，磨是你在表面的，那么按磨是按在以后你磨，这种磨它是一个深层次的。它力气能进去。对，先顺时针100下，对，再逆时针100下，逆时针100下，对，会很开心吗？很开心。另外在耳朵的这个地方，耳朵这地方怎么弄呢？稍事休息，马上继续回来，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，国学堂。